用这男人的活。这个是我。爸，你脚什么？张老师，你出差回来了，我来接你。啊，你们正好碰呢。啊。对。我帮你们推行。马叔叔，啊，我跟张老师还在路上说呢，你会不会来接我们？没想到你真的来了。啊，是我跟我爸去天津出差，正好凑巧碰到了张老师。哎，那个威武柔顺姐的那新闻看了没有？就各大网站都有的，你肯定看过，张老师可厉害了呢。老马，你来的刚好，幸福的幸福。左江，张老师，学校见。怎么来了？我那是替你打掩护呢，你要是不嫌丢人，我还觉得丢面子呢。再怎么说，你也是我爸。